长，我叫文怡，她叫妹妹。我们今天会来教你们怎么做鬼口水。首我们需要的材料是浆糊，我这边有三罐浆糊，这个是白的浆糊，这个是水，普通水，还有这是硼砂水，硼砂水，还有颜色，还有我们有颜色书，你们可以用吃的颜色书，或者是水彩的颜色书，我现在用水彩的颜色书。我们需要的材料，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这个，还有这个呢，一个碗，还有一个搅拌器。手，来开始吧。我们来放浆糊，你们可以放多少的浆糊都可以。你们可以放多少？你们可以弄少的，或者是多的。我今天弄，大概中等这么这样，很多的。哦，不要忘记啊！不要忘记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还有 comment， 还有留言，千万不要忘记哦。水不是硼砂水，我们放在一边先。我们放水先，也别放了那么多，这个一半，这个也一半。摇摇摇。OK， 一半了。再做一个。好，够了。我们来关它的盖子。我们关起来，慢慢的搅拌，不要到它有泡泡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的姐姐的手指搅拌到啊。行行行，慢慢的搅拌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倒进去。OK， 我放在这边是因为我们不要浪费浆糊。里面的浆糊，慢慢的搅拌，捏到它有泡泡。泡泡我们是没人用的，慢的。OK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放硼砂水，我们到最后我们才分颜色。分颜色。也可以写的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放硼砂水，大概一点点，倒一点点，然后关起来，再继续搅，搅到它变，好像差不多变了，这么美，差不多变了，好像 jelly jelly。现在放这个 jelly， 这是 jelly slime。接力鬼口水，不要，等一下先。好，哇，有点变了。好变。大家请记得要关紧哦，要不然它会跌，还会倒下来哦。妹妹会打下来的哦。今天妈妈放这个颜色，大家你来看吧，变鸟哦，有点变了。
有的。然后我们就放一个颜色，等吧。一个换的好，记得要一点一点的放。如果你直接放太多了，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硬。哇，搅拌搅拌，点点点点点，不要走下线。等下我和我哥哥的妹妹叫，放啊！我妹妹帮我搅拌，我就放水旁烧水，放啊！放啊！颜色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等下先。好的，够了。有这个，继续搅拌。再搅再搅。大家这边已经变了，可是有一点黏。我们，你可以放再甩，再放糖沙，让它不再黏黏。哦，哎 ，OK， 够了，怕它太硬。好像接力了，哇！我觉得现在好了。盘子里有哦，现在好像可以用手来拿的，我试试看。哇，好玩吧？变了，变了。想要做了，你们可以来学我怎么做。其实呢，你们可以放肥皂，可是我不放肥皂，放肥皂会滑滑的。其实你放肥皂是浪费肥皂了，肥皂是很贵的。如果放肥皂滑滑的，爸妈整个都滑滑的，不可以洗到了。来啦，对，还得放颜色。OK， 现在我分成一半，我们来放颜色。这个颜色。OK， 这个是我的。啊，这个我的。OK， 这边我们会来放。哎，我还没分好吧？你不见了。OK， 这边我会放红色。红色，大家请记得关起来。
你来看，已经变了。哥哥，妈妈，我在这里玩吗？哥哥，你看球。妈妈，我玩一下球吧，妈妈。姐姐，你看。这个卵绵绵，而且又可以拉来拉去，可以不粘，软软的。OK， so 我们今天我要放，这边已经是透明色了，我要放白色，白色在这边。有点掺的红色，因为刚刚用了红色，你看，泥红色，那么多，不要放那么太多。姐姐，我玩这个一下大点了，加大的，给它搅拌。大家你看，哒哒，已经变了白红色。对不起啊，红色刚才亮了。OK， 这个是我的。我们来拿出来试试看玩吧。我要这边的了啊。这个有点黏腻，可是你玩久了它不会黏。软软的，而且又可以拉。我也有啊。哦，便你拿得到吗？粘住不粘哦。再粘一点啊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如果你们想要学学看怎么做，你们来看我这一个。OK， 千万不要忘记按赞和留言 ，subscribe， 还有分享。希望你们喜欢。